昨天做了一个梦。什么梦？是不是蠢梦？不是，什么梦啦？不是，我看我昨天梦到一个世界要末日了。Oh my god！ 然后有一个叫娜娜的人，然后带我到一个虚拟世界的地方玩呢。玩？去那边什么玩？玩什么？玩？玩呢、啊？玩？我去玩什么？我跟阿凡达玩。跟阿凡达玩？玩什么？你讲。我们在水里产卵。Oh my god！ 产卵！哎，听起来的梦好像那种。很未来很科幻的感觉，我也想要去看看你们产卵。可以，我很会生。Oh my god， 看得出来。好了，那我们去许愿一下，我们让那个娜娜再出现一次。好，你就可以一起去产卵。我要跟你们一起产卵。可以，走。古井啊古井，请让娜娜再出现一次吧。是他们吗？是他们吗？对，是娜娜吗？娜娜吗？他们跟我想的娜娜不一样。好，怎么了？我是娜，我是 N A， 娜 A， 娜 A， 娜 A。好，请两位先出来。先出来，好吧，两位先出来。对，什么意思？这是你梦到的娜？不是，刚才许愿要产卵的，刚才我们要产卵，我们要产卵，准备可以实现的，走吧。我是叫阿凡达，只有你可以。蓝色什么意思啦？我是阿凡达，我们拆成两半了。对啦，欢迎展荣展瑞。好久没有见，真的，好久没有见。什么一个很私下的东西？你还记得上次见面什么时候吗？我忘记了，那个几年前吧。不是啦，我们拍去年的事。我说你跟啊拍我们那个影片，没有啦，没有那么久。那个影片五间情的那个叫什么？要加两个团员的那个，加两个团员，七间情那个什么的？你是不是忙到忘记？没有，我没有把那个放在见面的那个里面，因为那个是工作。对。那一天是工作。我以为你玩得很开心哎，我都演出来的。什么意思？没有啦，因为今天两位来是不是有发行了新作品？对，我们这一次有就是跟华纳的一张合集叫《Nana Jump》，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歌手，然后我们两个是其中一首跟瑞德合唱的《鲁冰花》。对，鲁冰花。然后同时呢。我跟我弟弟生日的那一天也发表我们的新歌叫生日快乐死，大家现在看到的时候我们的这首歌已经上了，这两首歌都在线上，就是生日快乐到死。哦，生日快乐到死这么不吉利，中文就是这个最美妙，其实那不是那个真的意思。对，意思是要生日快乐到极致的意思，对，极限。对，那因为你刚刚有说到娜娜嘛，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娜娜这个人是怎么样，是谁？哦，他是一个未来宇宙的人，然后他是一个虚拟歌手。OK， 一个虚拟歌手。我刚前面听到你说梦到她，我想她是女生哎，合理吗？阿凡达是没有性别啊，我可能分不太出来。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娜娜有没有性别，但是因为他们的设定，她是一个未来宇宙的人，然后她就到了一个贩卖机，然后这个贩卖机里面有很多的饮料，每个饮料里面都承载了当年一个时代的音乐，然后娜娜她就用投币机投下去，然后她就点一个。饮料，然后饮料拿起来之后，他就会进入到那个音乐的世界里面。对，所以你们是其中一关。对，我们总共是六首歌，然后六个宇宙，而且是不同的年代。酷的，就每一罐里面就是一个宇宙。我也觉得这期望。所以连你们也不知道娜娜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存在。应该只能说，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他的以前嘛，所以娜娜是我们的未来。所以他现在，所以我可能这生过完，我都还不知道娜娜是谁。对，不一定有机会，因为搞不好会不会是公司新签的，一个没有跑出来，没有啦，这他好像知道，我还不知道。他好像会发音乐作品吧？对，娜娜他会自己，他会有音乐作品的，对。真的假的？不知道有没有实体的人会出现这样。好，我们就到时候就一起。可是好像网络上大家都猜得出来他是谁，猜得出来娜娜。对，因为他的 vocal 一出来之后，有人你去看那个留言，很多人都猜他是谁啊？好像是。哎，可以说吗？可以说吗？不行不行不行，那你自己去上，对对对，自己去找。对对。那今天好不容易展荣展瑞来，我们今天的下一个单元呢，就是要好好的来问你们一些辛辣的问题。好的，这个游戏呢就叫真心话下午茶。那等一下呢，我们会提问，如果你有做过，你就要喝一杯 shot。好。但是我们会在就是加强追问，如果你们真的不想回答。
就要再喝一杯，所以有就喝，有就喝，那没有就是peace 就不喝。但是你们要先发誓，你们等一下都会说真话。对，我发誓，我待会会说真话。好，我发誓，我讲的都是实话。好，不然娜娜会离开。他说娜娜没关系，好像无所谓，娜娜可以离开。那我会离开，好不好？好 ，OK， 来，我会离开。好，离开哪里？离开，离开这个宇宙。那我就先一个 peace， 先 peace， 我们先温馨题出发，好吧？来，有没有曾经心里默默觉得，因为你们常拍片嘛，对，这群人谁的创意剧本跟想法很无聊？他每次提出来的东西就，我帮他加上来，有没有就是超不想跟这人合作？对，就加不。其实他的梗真的好烂，好无聊。这是不针对这群人，对不对？对，就是针对这群人，这群人的 team 也可以是对方，还彼此。对，这群人的 team 有的话，三二一。Oh my god！ 你们这群好不团结，怎么会这样子？谁没有？而且他们是不是同一个耶？你有对过这个答案吗？没有，但我心里有答案。是谁？你觉得是谁？我吗？你觉得是谁？你心里答案。不要讲，你不要，你不要因为他选择你走。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等一下，你麦克风遮着我，小听看看。对，我想要，你要先遮着，我们先遮，你要遮着麦克风。小听。等等，然后我二选一，等一下。好，二选一，那你两个都讲。还有两个，还二选一啊？跟谁？不是他这个名单我 shock 到，他真这个名单真的不能讲吗？没有，所以他没有写过啊，他没有做过。哎，我这样讲，我觉得这个可以讲，我觉得他应该对，因为他没有写过，还好吧？我们只是为了让大家对整体更好，这还好啊。对对对，可以。他说的是木星。真的假的？因为其实木星在他们 team 比较少写脚本哦，就是他的想法会比较无聊。以前我会，虽然说通常都是我跟我弟想的，但是以前我会有一个，因为喜欢团体的感觉嘛，以前就有个仪式感，就是大家要坐下来，然后丢一些想法，然后他很踊跃。他会就是，例如说，他会讲很多话，对，然后讲完之后我已经放空了。哦，是这个类型，想法很多，但是弄到点上，就都是天马行空串不起来。他也不是天马行空，我觉得他讲的蛮实际的。是啊，但是我给你一个台阶，然后就自己，你没有听出来，刚刚那个是，我说。但木星在表现剧本那个表现力是很好，对啊，所以他对，他就是主攻演戏就好，对对，不要想，不要发想。但是你刚刚说你通常都是你们两个想的，但他今天默默觉得你想的很烂哎，我等着他，我没有这个表现，不是，那你我没有啊，那你觉得木星跟他谁比较好？没有，如果是他那个逻辑，我可能会觉得的确他们没有创作啊。但我选他是因为我比较常跟他在剧本上吵架。哦，你们吵架？那吵架当下一直说这个不好啊。哦，那吵架通常谁会妥协？通常谁会妥协？没有，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很厉害，我们都对视，就是他有时候被我讲讲，他真的觉得哎，对他怎么没想到？然后我们就是不对人啦，就是为了东西好了。OK， 这算算过关。对啊，对啊，很 peace。好，来下一题。这算 peace 啦，这算 peace， 这算 peace， 这算 peace。好，来，请问，什么东西？没有，我在看哪一个比较 heavy 一点。好，有没有同时喜欢上一个人过？哦，没有，没有，真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我会他喜欢的东西，我会主动略过。我也是哦，你们会跳过的。对对对，那我再转一题。好，转。有没有曾经觉得对方教的另外一半很瞎？很瞎，很瞎，就是哦，他怎么会跟这个人交往？但是算了，他喜欢就好。讲也讲不听。对，三二一。不是，这个是默默摆在心里，还是有跟对方讲？我先讲一个瞎，先讲。你说名单吗？你说人，你说人品吗？等一下，讲形象。我讲事情。好，就是他曾经有一个喜欢的对象，其实私底下会对我出现暧昧的行为，也会来。OK， 对，然后因为他比较理性，所以他的另一半可能想要再找到更温暖的那个对象，就会试一下给我那种好像他不行的话，他会马上跟我怎么样的那种感觉。那我就觉得这个我很像一种替代品的感觉。但是他有跟你告白吗？
没有，但是之后他跟他就是结束那段关系之后，他真的就跟我告白。Oh my god， 好烂哦！我的感觉就觉得很像我。你有说好吗？其实没有啊，那感觉像替代品啊。是啊，那听起来是啊。那这个途中你有跟他讲这件事，还是真的整个发生之后？没有，我今天才知道。真的假的？你说 right now 吗？等一下确认一下是哪一个？不是，那我好奇，他对你献殷勤的过程当中，你有是默默接受吗？没有没有，就是回个几句，对，尽量回几句，但是他会出现，例如说，我也想你啊，哦这种，或者是，那你会回说，你比较可爱，我也是。就是还是回那种脸红的 emoji， 脸红 emoji， 真的没有，不是因为脸红 emoji。你有没有瞒着他偷偷私下跟这个人出门？不行不行，这我一定要对天发誓。为什么我没有的原因是，我会觉得这样蛮恶心的。哦哦对，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想要吃双胞胎，对我来说我会有一点点。哦，他想要那个，对对对，就是我。哪个？不要，就大家都有那种兄弟动、姐妹动的感觉。对啊，对，就想要吃。没有完成双胞胎的愿望。我完成他的愿望。对啊，你完成他就是。那你干嘛不满足一下人家愿望？人家都要离开我们的生活圈了。哎，那是你的。你 OK 吗？你 OK 吗？你 OK 吗？你 OK？ 如果你当时的我是老大，我 OK。你 OK？ 你 OK？ 好啦，那你们今天晚上三个开个群组啊。要这么刺激？好，你们他讲那个了，我觉得 OK。但其实我也不能接受，就是他的对象。不是对，就是他说那什么老二，因为代表那个爱很容易取代啊。就是我两个都告白，看谁会撞着。因为我不相信那是真心的。没有，同时告白两个算很冒险哎。对，因为兄弟一定会讲互通。我觉得兄弟一定互通的啊！没有，我们真的没有。你们真的超没有互通。你看，我都没跟他讲。对啊，你今天甚至今天才知道，我吓到。你今天献给我们节目，我觉得很开心。我是觉得过很久了，我才敢讲。多久？因为现在都没有联络了。哦，那真的真的有。哎，你那时候几年前？七年。有哇，那有好久。你们自己去回放七年前，他那个群组有大概是谁？反正你觉得谁他的哪一个比较像行为？我觉得一开始，开不也是偷偷，也是之前的。然后我觉得瞎是因为一开始我觉得对方有点无脑，无脑，对，就是无脑。就例如说现在要吃什么，我不知道，哎，我就这个还好，这个稍微好一点。我就知道我要去意大利，没有，可能当时就是高，不是，当时我没有，所以我会觉得说那个就是一个看就很不爽。你那个是你瞎，哎，我瞎。什么好气？所以瞎是我的嫉妒的人。你会嫉妒他？不是嫉妒，就是因为出去一起玩，不就是要大家一起有想法吗？可是当他活在那种世界，两人世界，你就觉得哦，你不要再闹了的。你控制，你控制力是不是很强？有看出端倪吧？有一点点，一点点。现在没有了啦，以前都会就是。那还好，那还好，只是一开始的误会而已。对 ，OK OK， 来，我一个 heavy 的来。好，有没有想过说我自己出片就好？对，你说发搞笑影片吗？对，因为是或是音乐的路程。因为老实讲，就是为什么哦？为什么我一定兄弟就要绑在一起，双胞胎就要绑在一起？对，讲讲瑞好烦，我可不可以自己一个名字出来就好？其实我真的不想要跟我哥哥或弟弟合作，他要唱那样超烦。对呀、啊，有没有曾经有这个想法？老实讲，三二一。刚发誓了，我怕我今年如果我真的会离开这个宇宙，你们很沉，我怕我会有离开宇宙，狂补，我很相信，你补两倍，不是因为我很相信宇宙能量，我怕我今年会过得不好，所以我要先诚实。对，我觉得很好，我心里面有这个很正常，但是。大概在哪一个 moment？ 其实也是真的在录音室了，不是不是不是录音室。之前我们在录那个翻唱计划的时候，然后因为要定 key， 它可以唱很高，但我习惯的音域就是偏中间一点。然后我就跟他，我反正就讲到最后，他就直接说我 OK 啊，我自己唱我也可以啊。我当时怎么傻眼？然后我就因为不想输嘛，我就回他说，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我唱会比较好。我们当下两个人的最后达到的共识是，反正最后吵到一个点，我就不讲过程太长。最后达到一个共识，我就跟他老实说，其实我真的觉得有一些歌我自己唱比较能够完全诠释到那个世界。然后他就直接跟我讲说，我也是这样认为。天哪，两个人僵持不下耶。那后来这个故事的 ending 有和好吗？对啊，就是故事的 ending 就是
因为当我们两个在 fighting 的时候，其实旁边的人，像制作人或旁边人都知道，我们其实就是在交流，家人在讲某一种家人的交流，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说，我们都录。然后我们进录音室就录了一堆东西，我们都录，然后最怕听到这些。没有，你说等于他那一趴录全部录完，你的也全部录完，对，我也要全部录完，他要全部录完，就是我们的感觉都用这样子，最后工作量变很多，全部都要录完。可是最后试出的版本还是你们合唱的吗？对啊，今天听不出来，其实也听不出来，什么意思啊？最搞笑的是我自己都听不出来是谁唱，分不太清。我第一次收到那个刚咪完的版本，我说我不确定一下，这句是你唱的吗？然后他就说对，我说，然后他有时候还跟我确认说，你当下有唱这个和声吗？我说有，我记得这个旋律是我。而且我们连现场演唱都是要另外排，好，这个谁唱，这个谁唱，因为出来我们自己也分不出来，太一样了，是不是？太一样，有些地方都一样，其实观众也分不出来。不是，那你们录一首歌要花多久时间？通常四五个小时内就结束了，加吵架那一串呢？哦，没有，加吵架更久算的，另外那是在定 key 之前啊，对，好好笑，现场搞到一场。但你想分开的原因是这个吗？我想分开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确实我跟他喜欢的音乐类型会有点不一样。对，我蛮喜欢去 KTV 唱口可以这样讲口水歌。OK， 对，但是他比较少听 K 歌哦，然后就很多歌我都会。所以有时候上节目的时候，例如说大家就问说，哎，可以唱这个吗？我就哎我会，但他就可能要练习，对，或者他根本就不听，那我就会想说，哎，我那时候想说，还是我自己就发一些那种口水歌，口水歌，对对对。可是后来觉得，后来自己过关，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喜欢团体工作啊，我就是因为喜欢团体工作，我才会一直来都是团体啊。是。后来讲开之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我很喜欢跟他上台，因为我觉得我会很有安全感。干嘛？好温馨的 ending 哦！你好温馨哦！咱们接吻一下，也是没关系，也是没关系。我还没有做过这种事啊！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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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们生日快乐时其实也有传达，就是有时候 kiss 只是一个 kiss， 对对，真的有时候 kiss 没有什么。我们在他在音乐录影带里面，他有亲那个。两个男生，然后强强，现在可以讲，对，强强也有亲我们两个，哦，就是我们传达，有时候你们有时候 kiss 他，对对对对对对，真的只有一个 kiss 而已，不要想，我知道他会闪，所以 OK， 对啊，那我们来，你们应该没有，谢谢，我不喜欢这种死心塌地，我觉得很奇怪，观众我觉得很奇怪，示范一下，你不是我不行吗？听我讲个公道话，你现在不行哎。我想讲一公了，你现在不行的是之后的世代也可以的。没有，我不行的是，我觉得那个大家朋友亲超没有，不是，但是如果没有你们的突破，未来的小朋友跟观众就不会再突破啊。那你们就不要拉主 K， 不要主 K 啊！来一天歪理，这是歪理。来一天，没有，我喝醉可能可以，跟醒着不行啊。我醒着我好真的好尴尬，我一直觉得你可以哎，我起鸡皮疙瘩，我以为可以，你可以哦。可以啊，来啊！你不觉得跟朋友很恐怖吗？这节目可以播。跟朋友很惧怕。我说好是玩了就 OK 啊。这什么喝醉在手？那你跟狐狸可以吗？我们先来请整容小月演唱新歌，今天带来的歌曲是什么？《鹿鼎花》。欢迎。当我走在街上。不回家，不当地上的娃娃。非诚勿扰，没送的后代。节奏无聊，无礼貌无差。付出了代价，也想起了家。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人们想着妈妈。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妈妈的心呀鹿鼎花。家乡的茶园开满花，妈妈的心肝在天涯。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想曾经很简单，曾经理不乱，曾经也赞叹，曾经也批判，曾经何时共患难，曾经何时共患难。自己去铺自己的路，身在世界各处，我们一起孤独，化作闪闪泪光。开出鹿鼎花，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人们想妈妈。天上的眼睛眨呀眨。
蹒跚的泪狂如冰花，啊，夜夜想起妈妈话，蹒跚的泪狂如冰花。想到鲁冰花可以改编成这个版本，雷鬼的元素，没错，而且这个在夜店播很嗨，对啊，真的，因为鲁冰花本来就是一首你知道很轻会哭的感觉，温馨的感觉，现在完全哭不出来，对，可以，可以，现在想要在夜店真的，对。对，整个喝完酒听就。其实有时候跳舞就是一个表达情绪的方式，对，而且是很原始的事情，就是希望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表达情感，因为其实鲁冰花已经被很多人唱过很多歌。比较像情歌的版本，对对对对对啊，比较没有听过这样的版本，舞曲版本。对，然后当时就觉得好像很适合，可以变成这个。然后制作人一听就觉得，哎，其实好像真的蛮适合的。我大概找一个 demo， 然后组给他听，然后他就觉得，哎，很酷哎，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真的真的，这个火花很酷，厉害厉害。来，最后好好宣传一下这次的作品。最后还是要说一下娜娜酱，那就是娜娜。最后还是要说一下娜娜，就是在这个你梦到这个吗？对对对，先确定这样吗？确定确定，先说是他蓝色头发，蓝色的吗？好 ，OK。他在那个YouTube channel 上面，他会有他的歌。然后因为娜娜她刚有前面有讲她是未来的人，然后她投那个饮料机穿梭时空回到以前去听以前的音乐，对，那所以呢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就会就是有 Berry 的啊，彩星的啊，对啊，然后还有像再会啦、新爱博、新爱博，就是有不同的歌，心动、经典的歌，对，然后这些歌全都是电影的主题曲，是，然后被做成不同时空的概念的一个 MV， 其实其他人改编的也都蛮厉害的，哇，期待，就是真的是，因为以往改编会比较像是。还是会取一点原本的，对对对，还是走安全牌。他们这一次都不，大家都不是，听不出原曲，都跳一个大风格这样子。因为我们这一次，好了，因为夹着娜娜是未来宇宙，所以其实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很大胆，就是没有限制啦。了解，所以大家要多多支持，多多支持这次的这个企划。娜娜酱，你要多多支持展荣展瑞的鲁冰花，没错，谢谢，谢谢展荣展瑞，谢谢。按赞、订阅、铃铛开了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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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开了吗？快点！开了吗？